после визита в нашу страну нашего большого друга, его друга,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, товарища Си Цзиньпиня. Хочу еще раз подчеркнуть, что визит прошел очень продуктивно. Мы в том числе затрагивали, конечно,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по линии военных ведомств между нашими странами. 非常感谢你的接见，我知道今天是周末，在休息日您不用接见我，让我感到更喜。为什么中国大陆要跟俄罗斯合作？今天北约在打俄罗斯，下一步就打我了。唇亡齿寒嘛。奥斯汀一天到晚要打电话给李尚福，对啊，不接，跑俄罗斯去跟他的国防部长谈。中俄两国的军工产业接轨发生了不必太意外，这两个国防部长。 都是负责管军备出身的，那你聊什么？一定是。以前苏联是老大哥，技术领先啊。那现在，老共的技术超过他了。哎，光这个海军就有说好多想买的。那海军，那你不要把俄罗斯气死了。真的，俄罗斯的海军实在太差了，将来说不定卖他几条船。这个你看啊，这个关系啊，普丁是茶几。 连桌子都没有，靠得更近。对，好近啊！你看，你看，他跟习近平是这样子。对啊。好，然后跟马克宏坐了八米以外的位置，中间可以跳芭蕾舞，八公尺，可能还要用扩大器讲话了。然后王毅跟普京也是个李尚福，这个外交上摆这个小动作，就看出关系啊。嗯。那为什么中国大陆要跟俄罗斯要合作？唇亡齿寒嘛。 今天北约在打俄罗斯，下一步就打我了。我能不合作吗？那虽然在美国到处在指责，哎呀，我中国大陆讲我中立。普丁为什么讲的也很婉转，没有说你军援或者你弹药给我，或者是你部队参加，美国都在故意这样这个的。他因为美国已经在打预防针了嘛，所以普丁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，我们加强军事合作，演习之类的。 对，早在2年以前，俄国兵不带武器跑到中国来，操作中国的坦克，操作中国的海船舰，早就已经和军事合作的很那个了嘛，对不对？他们两军早就这样子了。这个，你能够放弃自己的装备，跑到解放军的装备里面来，那还要学点中文了，还要看点中仪表板。 已经合作无间了吧？对啊，我觉得他们是合作无间。那最近可能私底下，对吧？另外那个李尚福更有意思了。对，奥斯汀一天到晚要打电话给李尚福，对啊，不接军事要会谈。也不理你。李尚福的态度说：“你把我当成制裁的人，我还跟你哈拉什么？对啊，你早就我跟你啰嗦什么？我跟你把我当成制裁的罪犯，我还跟你谈话。我跑俄罗斯去跟他的国防部长谈，这一巴掌打得很响，就跟我前面讲的。” 中国大陆的态度已经180度，攻守易位，不再低调了。你拿什么对我，我就拿什么对你。甚至我还更过分，到你家去，就那个山东号，对，山东号，照理讲，战力不比你米兹强啊，是，就迎面而上啊。对啊，那这个也不是一样吗？我奥斯汀我不见，我去见普丁，我去见他妈绍伊夫。对啊，我干嘛跟你见？我跟你见什么面？是，所以这个巴掌一巴掌一巴掌打得很响，这个是有利于什么？ 万一习近平跟这个拜登要谈话，或者是谈判，那中方可以要的条件比较高一点。这两个人要谈呢，一定是军工合作嘛？为什么要谈这个？会不会谈成不知道，但是只能这个话题是才是关键话题。因为李尚福在当国防部长之前啊，一辈子管的就是军工产业，他担任的就是所谓的军委会的什么装备部部长。 就是统管中国大陆大概大部分的军工事业，因为负责供应啊解放军所需要的各种装备啊、武器啊等等。那现在当国防部长，以体制上来讲，国防部长也是负责动员资源，包括人力啊等等。因为指挥权并不是由国防部长负责指挥的哈，是军委会另外有个有其他的副主席负责指挥的。而他一辈子也不是指挥军队出身的，所以。 你说这个他到俄罗斯去访问，要谈军队部署吗？当然不是嘛，还是一定是在军备军工生产。那至于所谓的互相合作的项目演习，那基本上还是指挥系统意见比较多嘛。那再来。
他的对口单位是谁？绍伊古。绍伊古刚开始在打仗的时候，我、哦、还统管一切哈、哦。现在被普丁啊叫去说，你只要跟我管军工产业就好了。嗯，哎，所以最近这个俄乌战争上面，你可以看得到这个俄军的这个军工配备比较齐全了一点，不像刚开始的这个缺那个也缺，连那个油料补给车都不够哈、哦。那现在这个绍伊古就是已经不能去管战区的事情了，完全是管军备。怎么会那么巧？这两个国防部长都是负责管军备出身的，都不是指挥军队出身的。那你说他们谈什么？你谈军工生产嘛？那普丁亲自接见他，当然是一种更加的友好的表达。但是普丁也不可能跟他讲说我们军队的亚洲怎么部署，因为他们两个基本上他也知道李尚福是做什么专长出身的。嗯哼，那至于中俄两国的军工产业如何接轨，我如果觉得发生也不必太意外，因为军工产业的规模很大，你是哪一部分接轨啊？哪一部分的互相澳援？那是不是这样就算是我提供给你武器？当然不算嘛，我可能是卖你军工生产的机械设备啊，卖你军工生产的原料，但是我不卖你武器，成品不卖，那总可以了吧？那你其他的这些配备的这些原物料啊，或者中间的东西啊，其实不要讲说军工产业，它基本上很容易用商用的名义去买卖。不要讲别人，我们台湾最早期跟荷兰买了两个很古老的潜水艇，就是用商品买卖，不是用军品买卖啊，因为把武器拆掉就是商品嘛。哦，武器归武器另外买，然后潜水艇归当做什么当商品来买卖，所以。荷兰说没有啊，没有，我没有出口武器去给台湾啊，跟大陆上这样讲啊，我卖的是没有武器的，来台湾就变潜水艇啊，所以他们两个军事友好的合作，不是去做礼貌性的，因为国防部长不是礼仪性的人物嘛，是不是礼貌，不是像有些国家虚位元首有没有啊，或者像那个最近英国国王哈、哦。现在他的国号国王号叫什么？查尔斯是吧？是还是什么威廉？我搞不清楚了。查尔斯三世是吧？嗯，他们出去出访基本上就是礼仪式的，像日本天皇出访是礼仪式的，不可能谈实质的。国防部长一定谈实质，不然我浪费时间跟你聊天干什么？对啊，那好，那聊什么？就是军工生产。这个很多问我说你怎么那么笃定？那这是他们两个专长啊。对不对啊？难道比如说我跟阿亮聊天，我们要聊如何写诗写词吗？这不是我们的专长。但阿亮有没有不晓得？我是没有这方面的专长啊，对不对？不可能聊这个嘛。所以一定是军工生产，而且一定是会加紧合作，不然何必花这么多功夫呢？